喝完这最后一杯酒，你该走了。已经是最后一位了。是啊，居然也是最后一位了。 不知此去是否能顺利拿到龙血珠，或许要很久才回来。你多保重啊！我在这谷中，有风雪石阵守护，自会平安无事。 故土复兴芽，将它植于窗前，灌溉新苗，如影新生。他去了墨家村。霍启公子有心了。风吹雪落，眉上如檀。而你以为生什么？那英气上，而心事续不完。 云间皎月，盼过流年，孤身如烟浮长夜，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时间一缕光，是你的模样，不恋一世，狂执求不忘。你掠过熙攘花。 是微希望，藏几寸泪光，如何？
去，玉，辛苦了，雪儿。去。你今天呀来的不赶巧，你嫂子他们都已经睡下了，我这手艺啊，只能给你热点现成的羊肉尝尝了。孟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出门在外能有热饭菜吃已经很难得了。来，赶紧坐下。哎，咱俩喝一口。哎，今天呀，趁着你嫂子他们都睡着了，咱们兄弟一醉方休。来。好酒，你说这么多年了，今天这感觉还和咱们第一次喝酒的感觉啊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这每次来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这回头一想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呢又虚长你几岁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孟大哥，但说无妨。我看你怎么来来回回的奔波，一身的疲倦。虽然你不说，但是我看得出来呀。你看阿泰还有楚儿他们小两口的时候，眼里头有想安定下来的念头，所以我就想劝你，也该考虑考虑自己，也该考虑得安定下来了。快了。是吗？那这来回的奔波，这回就能了结了。希望有个好结果吧。好，好，大哥为你高兴。